你回来了，哎，我问你，你还有钱没有？我的存折给我，快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我的存折呢？我哪知道啊？你别跟我装傻，我的存折放在这里，存折上哪儿去了？你给我。那存折是放这儿的地方吗？你肯定放错地方了。怪不得你这些时候对我变了，原来你是要偷东西啊！怎么着？我偷啊？我还没问你藏私房钱的事儿，你怎么回事？你看，你认了吧。 你不给我存折，我不会给你密码。密码，我一猜就知道是一锦的生日。钱呢？那是我给一锦存的钱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发疯也没用，钱没了，一分都没了。 我不是也是为这家好吗？想为这家多挣点钱，可谁知道那帮人是骗子，把钱都骗没了。你急，我比你还急呢。明伟，我求求你。你还有钱没有？有钱就拿出来给我吧。